烘焙学程蔡正章老师指导学生制作巧克力，同学是专注的练习。台大学重视实作学习，烘焙教室提供上课和练习的场域。为了强化产学的连结，学校特别挹注经费将烘焙教室来升级，让学生在符合劳动部烘焙食品职类乙丙级数科考场的环境中学习，提高就业的竞争力。我们今年呢申请那个烘焙乙丙级考场，那我们今年也通过了乙丙级烘焙的考场。那烘焙食品这张证照呢，它每一年就是全国第三梯才有承办，那大概就是在八九月的时候会报名，然后学科的部分会在10月，那数科的部分呢，我们会在1到2月。老师表示，系上培养具备烘焙、饮调专业技艺和经营管理能力的人才，并鼓励学生取得相关领域的技能证照。考取证照是专业职能的证明，不只是求职具有优势，有些企业升迁也会以是否拥有乙级证照作为考量。那彰化区呢，目前只剩下大爱大学还有在承办乙级的一个部分，所以呢，我们也是希望可以在服务彰化县的考生呢，未来可以来我们学校做一个乙级的考试，那我们也希望提供更好的服务来服务我们整个彰化县。台大学也是目前彰化唯一的烘焙食品乙级考场，未来彰化在地的考生可以就近到大业来考试。